是他生日吗？是你的生日吧？赵子慧呢？我问你呢，颜若洲。你的秘书，你问我，开会就算了，他又不参加。文档在他电脑里面，我用嘴说呀。那印出来不就完了吗？四个部门老总加我等一个秘书，我们也不想等。他电脑有密码，怎么打印？这会还开不开？散了吧。等等，我来印。密码应该是他生日吧？是他生日吗？是你的生日吧？半个小时之内，他要不到，这个月工资罚了。哎，你准的假？我没准他迟到。是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啊，好，严总，这就过来。严总，先坐，喘口气儿。李总出去了，三点的会开晚了。开会用的文件我帮你打印。谢谢。这里头有10000块，你先收着。干啥？你这个月的工资被扣了。为什么扣啊？你现在是吕总的人，你去问他呀。我不要你的钱。行，你不是还惦记着之前欠我钱吗？那个钱不用还了，就当我贴补你工资。我要还的。分这么清楚有意思吗？迟到本来就是我的责任，扣钱是应该的。你在他手底下做事儿。工资迟早被扣光的，去巴黎总部更是想都不要想。不会的，在哪里我都会做好的。今天是意外，他分分钟挑你刺儿，你能做好？那是他还不了解我。你们俩的感情，之前可能对我有一些影响，现在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你这么说是因为徐天？是。是，是。哎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说小天这么老实的孩子，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啊？哎呦，这让小丽可怎么办啊？你说要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遇到这种事情，哎呀，想都不敢想。我觉得逃婚这种事情，好像电视剧里才有的啊。
哎呀，你行了，你有完没完啊？你嘚嘚嘚嘚嘚没完了，你烦死！哎，你可得想开点儿。我得想多开啊。其实也是好事儿，你儿子在上海有了其他的姑娘也没什么呀，反正小丽也是亲女儿一样的，都是自家人。只是到时候你儿子把老婆带回来，你让小丽叫人家弟妹，好像有点难为情。哎，不是，这些事儿你从哪儿听来的呀？大家都知道呀。知道徐天在上海有别的姑娘了？对啊。谁告诉你的呀？我听老王说的，老王听淑芬说的。你看，没有的事儿是吧？我就说这些人真讨厌，把没有的事情说来说去。这事儿还真有。啊？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哎，我可是把你当亲姐妹我才来的。我托你办个事儿，哎，这些事儿你绝对不能告诉刀丽啊！酒楼这些人都听他的，现在。那怎么行啊？那酒楼是你的，听他的也没错，酒楼也是他的。哎，你给我订张高铁票到上海的，我只能在你这儿订，我要从酒楼订，他们都知道了。而且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哪儿也去不了啊！再说，那喜儿到哪儿都跟着我。你这样，你先把票子订好，到时候你再给我弄个车。把我从家里接走，送我去火车站。啊？哎，那你要到上海去找儿子？我倒要看看这女的到底长什么样，把我儿子弄得神魂颠倒的。好的，啊。插上了吗？没，插哪儿？这儿。哎，有了有了啊！真大，坐。哎，等以后上市了，这个十个是最神圣的。来，哎，怎么单单就我没有啊 ？Sorry， 忘了。来来来来，谢谢我，不讲卫生了。不行不行，什么意思？酒驾是要被关进去的，关进去我们就没司机了。不行，不能喝，不能喝。假小赌啊！哎，不过看在你干苦力的份上，拿，给你补充补充体力。怎么样？有劲，我都上头了。啊，一起干一个。子慧还没来呢。没事，不用等他。为啥不等？就是，不是说好了从超市买完东西要过来的吗？我还没来呢吗？咱别喝。
我车上有口袋。你去哪儿？我送你。浙江路。没有别的意思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我知道你恨我。不恨。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但我也是无奈。我爱李倩，但是她变了，变得多疑，不可理喻。哎，我没想到你也变这么快。会给人家买这个什么面纸、方便面、肉肠、牙签、床头灯，什么时候变这么琐碎？不琐碎，吃不起西餐饭店，过日子本来就是这样，只是你不了解。去给我买杯咖啡，带半杯奶。这位舞者的舞姿体现出了一种对于丰收的喜悦。哎，徐天，家呢？再加一点。我考虑不复婚了。怎么样？咱俩走进来，就当之前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没发生过，好不好？就这么定了。我理解你，你是因为我决定复婚，才会接触徐天两人。干什么？林耀中，做你的助理倒了两年的牛奶咖啡，从米兰西餐厅到你的办公室八分钟，早高峰、刮风下雨一次也没倒过、没洒过，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条裤子8000块，你知道吗？嘿，你疯了吧？那天你说断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我在你面前。从来就只是一个倒咖啡牛奶的助理，
超之计来挥之即去。之前是我想太多，还好，我想的也不算太多。幸好我向来小心有自知之明。回医院看奶奶的路上，我给自己做了个计划，用一个月的时间彻底删除和你有关所有的事情。我也没有把握能不能做得到，想想在办公室还要看到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幸好老天有安排，让我在医院遇到了许天，他帮我缩短删除你的时间，他很好。他就是一小混混，他有什么好的？他把我当宝贝，你和李倩把我当工具，他有求于我，我有求于你们。一个一贫如洗、一事无成的小混混，他有什么资格把你当宝贝？我愿意。赵子慧，不要说气话。你知道我喜欢你。我不喜欢你。那你告诉我，咱俩之前算什么？如果一定要算的话，你是我上司，我接受你是因为你能帮我。胡说！我说，不要说气话。那你还让我说什么？我喜欢你。现在想听了，挥挥手让我走的时候，我就是一只蚊子。开车。送我去浙江路，那我自己走。行行行，我送你。真搞不懂，他到底哪里吸引你？慢点啊，开车门。行吗？好嘞。啊！慢点。啊！行。哎哎哎！今天那个预付金那6000是从我卡里面付的，你明天别忘了跟小朵去工商注册啊。哎，入资的时候你少入6000啊。你看他倒是清楚，我管账啊！谁让你管了？赵子慧真没来，没来就对了。开车慢点啊！知道了。